몇 분 가야? 你吃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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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
农花，农十花，农十。放放下当鸡吃的，要更新再一次。不是，平时他也出去吧？去干啥了？啊，抬头出去。出去平时有时间带他出去转一圈，转两个小时左右。I don't think you need this guy here. 转了两个小时，妈妈说自己大伙太激动，情绪不佳。This is our stuff. You don't need. 大同表啊，表弟，现在他们就是说，外婆他们好像没人看他，你晓不晓得？我也是才听说，但是这个说的我不知道，你听谁说的？对。就是现在要听外婆自己讲，你问他，你问他，所以我要了解清楚。现在平常日里是谁看，晚餐是谁看？好，青姐，哎，现在这个你来点人来看你啊？点人来干的看着你啊？你来？小人都来看看。不是，我叫你来。你来。哎，点人来干啥的看着你？小人来都来看。不是小明，我叫平时的。冰箱搁了，哎，就搁了，带你来看你。带你来，现在胡子我带嘛还？哎，带了哇。我到屋里问。哎，没人啊？行，要你。他说的是没有人，搁不是睡觉，搁个带你个，搁个爱怎么来看你的嘛？他我们吃东西辰光来，他们吃。在吃东西的辰光来。嗯。别个在那干啥？嗯。哪不啊？嗯。你要不要保姆？保姆啊？哎，需不需要？不要保姆，有这个，这保姆哪样？比保姆唔好啊！别你说话，就是好香港人一样。要负责叫保姆这个摆着，你说说我。平时就没人来，就是做饭的时候。让开保姆，不是还有人干吗？让开保姆，我来找平时说的，保姆脾气。那保姆的当时，早起的等那开，出来没那早，挖的去吃黄喉，你到了挖的去垃圾各个东西的了，好让谁的？就是平时的各个家里那个读书大哥发了干的呀？干的呀。读书大哥还？干的。啊。干的是什么保姆？不是我叫干的，你是干的。有人还。哎，读书说平时过来吧，大哥。还的。啊。他过来吧，你来来吧，你来来的，你来个两刀。除了哥加了七八个辰光，他过病了两刀。七八个光来完了，嗯，可是他保养人就他们来的，要问的嘛，我叫我表表。你那家里没人服侍你？刚开来住的呢，我一个人住的。嗯。可是刚开还有住不上的对吧？我晓得，我叫你来那个有人来家里看着你吧。他都唔爱想上菜，佢面啲嘢会跌嘛。我都唔服侍。没人服侍你。佢都唔爱想上菜，冇人照顾，但系外婆啊，两下困觉一个人。啊，已经睡觉就有一个人。早上这个系咯，就是除咗食饭时间系嘛，食饭时间嚟俾佢食。开一点保姆，呀，不要。从前的保姆不好，我们请个好一点的。可以，请这保姆哪来的？等你家里够吃。他说的意思就是说，请了好的保姆也难，就是说他到哪一家去？哎，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是哪一家？就是在哪谁家住？请等你家里够好。不是，就你等了家里住嘛，好的哇，这个保姆来家里，别人非要复杂不复杂你哇，谁要保姆来的？好吧，我不要保姆。都一样噻。我自己保姆。你他要什么？你去干工在哪里啊？没人打工，没人服侍你嘛？你要哪样的啊？不能干得靠。嗯。够有年少嘛？人家是个性格，他最重要的。啊，这样其实。嗯。
可是家里大伙去忙你。叫你去忙干。叫你去忙干。别走。大概去打开个。个隔壁还有个表情包，大概经常要那个妻子就在都是人上过来人，不好。经常要不好啊。不好，经常。他说的意思是，就是说以前咱们在一起说笑，有人要像敬老院。咱们以前在那个老房子住的那个东面的隔壁呢，有一个已经去了，去完以后就回来了，说敬老院不好。嗯，他是不要去。啊，他也不去。那么你夫妻们又非要帮我们带进来服侍你呢？保姆请个好一点，慢慢的开个保姆。好，保姆，我好像那时都没人养我们婆子嘞，我们困住又别那个输又别那个死。或者中国老人多啊？大米小米嘞，小米嘛你来偷偷来分给，大米嘛大姑有，有人多爱大米，有个人吃不大米，那么就喝了不少。我要大米了呀，搿就拿这个大米的东西偷了来。那每年我带你婆子你呢？那么没人嘛，在那服侍你呢？啊，哥，我要大米，怎么拿个过来自家的？他过来福州的呗，大米没来过来，怎么偷西来？他说不是，他说平时就是说他要一天一次大便，平时小便就不要。